忙你了，在哪？不了事情。给石头接了。你到这里找个人来没得？没有，我找你早上都没找到。没这两日还得找呢，可能隔两日才接呢。这个我看吧，有人拾得了，哪一栋都不是。没你能放个车了？别吃。没在高街吃饭看？可老小妹子在叫我人家接手了。没留着再给我去吃了，再，我不去了，再么？不去了，再。妈，你走了，我套上水来给你喊。妈，喝烧水，吃葡萄。好，不是人家的。那么有事不咋叫？妈，早上我们是吃饺子，只能把那饺子还剩了几个，我可煮给你吃。好。没吃饺子啊？吃完不干，我咋吃？得了，吃点去。你也能吃一点汤。好。弟弟，你吃的吗？没吃够了，你赶快吃。么个好吃？好吃呢。弄咋个煮？我给你吃。是要到你味了。